因为平时呢，我们自己也没有太注意，有时候我们说发劲，有时候我们说发力，但是可能对外国人来讲，这两个不一样。如果我们真想从中去发现他们的一点不同的话，我想我们这样子来理解力量，我们肌肉的收缩，哎，产生这种能量，哎，成力量。说这个人很有劲，劲道很大，这个劲呢，哎，用劲，通常是在意念、精神、内在力量和外在肌肉力量融合成为劲。所以发力可能是我们刚学太极拳的时候的一种表现，就外在的力量很明显，里面的很少，内力、内劲、意念、精神力很少，把我们称发力。发劲呢，把自己的精神、意念、气息和外在的力量进行统一以后的爆发，称发劲。我想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发力和发劲。